我是校园龙。小刚真是个搞笑男。他刚刚说什么？他说你是个不孝男吗？我不是。不要总想着玩，那就连老师每天晚上都要看书学习。老师每天晚上跟猪吃席，说那玩意儿不合理，跟猪办婚礼，你真惹人嫌。什么份子钱？王老师，来我办公室一起吃午饭。好，我都饿昏了。他已经二婚了。小王，那个外卖马上到了。等会儿我吃饭，你站着喂猪啊。等一下你吃饭，我就站着喂猪啊。喝什么酒？哎，我一喝酒就要醉，你一喝酒就下跪。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能不能长点心？我不吃点心。王老师在这睡觉。王老师太倒霉了，你给我走。你们俩还要吃狗？啊，我让你走，他说我像只狗。我是校园龙。你这个作文怎么全跑题了？我看完你这作文，我倒吸口凉气。什么？老师到处吸人阳气？你是不是耳背？你还要吸我妹？给我出去！非常时期还带手机来学校？那教室里面都写着马上要高考。什么？教室里马上要高考？给我闭嘴！还要给我吃鸡腿？被窝里放屁，才艺明星。安住了，北北。都别吵，你们老师呢？到底谁管谁班级？什么水管发动机？你们老师在拉力？你说我们老师在拉稀？我去找他。好玩吗？当然好玩啊！花钱请你上课，你在这玩手机？是校长，这不是我手机。你说谁胡了吧唧？这是我手机。修什么发动机？我头发不稀。这还说谁你稀？你说谁是小笨鸡？完了，全老了。押韵狂魔，我与神明画押，神明骂你傻叉。你们能感受到老师的心意吗？啊，老师想让你们学习用心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劝你死了这条心。你小子，我有个外地朋友，待会儿来学校，帮我招待一下。那好啊，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，虽远必诛。你给我回来！校长为我们准备了高考祝福，他说：今天努力，明天收获，齐心协力，被狗嫌弃，街头卖艺，人类抛弃，回家种地。这小子在广播站。我是校园龙。老师上课时间到了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你组织同学们一起读书。什么？我组织同学们一起喂猪？你给我回班！你怎么老血栓的？哎，叫我回班。说起鲁迅先生啊，老师和他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都喜欢《山海经》。什么？都喜欢吃点心？你给我出去站着！可以去吃饭了。咱不要理他。有同学知道《山海经》吗？里面有种鸟，三个头六个尾巴，名字很难读。他的名字叫奇土，其状如羊，九尾四耳，其目在背，样子很奇异。他的名字叫伯益。你怎么知道？一个人奇状如人，尾巴像豹子，牙子像老虎，名叫奇王母。有种鸟声音听起来像两个人在互相斥骂，把他羽毛擦身上可以省不迷惑，他的名叫霍霍。好，请听题，他手里拿着两条蛇，身上有光亮，长着人的身体，但不是人。我没听到，我走神。他不知道，他搁这装呢。你们知道吗？要好好读书，人不行，什么工作都不好干。什么？人不行，一天就挣好几万。老师，你怎么能叫孩子吹牛？老师还说校长秃头。那你说我秃头？校长我没有。还要给校长一拳头？先给你一拳。我是校园龙。夏天要换洗衣服，你家人不管你吗？今天晚上我去你家。我不吃蒜泥小龙虾。我说今天晚上去你家访。你说今天晚上吃鸭翅膀。我去找你爸妈。还要哄上我爸妈。老师要来教室检查仪容仪表。什么？老师要来教室给每个人洗脚。教室衣服味。教室里有鸡屁股味。谁每天不换衣服身上那么臭？不可能是我，我昨天新买的衣服。你猜我这件衣服多少钱？什么？你衣服穿了一整年。我说怎么回事，原来是你。老师他的话你不能信。什么？你不爱干净。你现在给我拿去驿站洗衣去洗。我现在上菜鸟驿站给你预约，不把衣服穿回来。你们别闹了，真是够了。什么？你要把学校都搞臭了。天留长发，要把重心放在学习上，下以后只能去工地做苦工。什么？我可以去工地做股东？我出去做你做番茄？我可以去村里开保时捷？他的校长是孩子耳背，我不是你的小宝贝。他是鸟笼，我不是狗熊。背背的是小孩，你们不能跟我表白。押韵狂魔，小林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太君的手榴弹。啊，马干扬，让我找到就行，抓不到。哎，不是，没找到吧？跑哪儿去了？给我找！找不到一直找。老师每天不洗脚啊！同学们，我们来看这一句古诗：一贤一柱思华年。我最喜欢吃榴莲。你别跑，抓了！真是
玫瑰美女，哪有黑丝美女？你想的是什么？学好物理以后就能像老师一样造小火箭。老师你真了不起，保温杯你泡枸杞。这校车真好，天哪！我是向元龙。哎，学校等一下有演出，要不看完你送我去健身房健身吧？什么？看完送去健身房健身吧？哎呀，你去看演出，别的人都留，看演出还演领队游？是吗？这你还要试车纸？我这有试车纸。那我就没有了。下一位演唱者还有一分钟就要上场了，大家静心等待，看着表。一到饭点，快跑快跑！我们表演者他人没来，你说谁是废柴？这怎么办呀？不管了，救他吧。的高楼和城市之间，在夜幕的降临与远之前，一位超级英雄闪亮登场，但他的能力不是魔法或者力量，一转身就被注意，就像一个小丑，灵魂乍现的故事 idea 羞于开口，结果你的绝世创意被他先偷走，这时他会登场，所有人的嘴替下为你喊句豪爽，嘴替下难堪的言我来讲，嘴替抹平所有污蔑肮脏威力，横扫所有犹豫彷徨，可舒适哦，唱得真好，唱得我精神焕发。什么？唱得你精神病发？当 rapper 去相亲节目，有请下一位男嘉宾。刚才我在后台等太久，现在我直接把这里炸掉。看来这位男嘉宾很着急啊。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，我们了解一下。要，这是 AK501，我一个梦想就是把你娶回家。他的简历里有提到，他是一名 rapper。那你有自己的作品吗？当然啊，我的作品都来自于生活，随便你唱都有自己的风格。哇，我想听听。什么你呀？没有你呀？怎么有你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没表演完呢，我还有 freestyle。哦，那根据我们现场来一段吧。了解一下，你们说唱里是不是有 diss 啊？ Yes。你可以 diss 一下我吗？我想听一下。一般有 beef 我们才 diss， 这个算了吧。这点要求都不满足我们吗？我长得很帅，但这不是凡尔赛。但是我发现你们全部都是丑八怪，所以现在哥们，不是他们，这就是女人。不同 rapper 放狠话，地上 rapper。今天巅峰对决，我让你葬身墓地。比赛不选派克特，我看你是忘恩负义。改过改过，别来沾边。说什么说啊？他还是个孩子。练习生 rapper， 诞生于1996，梦想是做说唱领袖，手撇给手机，没有太多讲究。我用说唱 ，biu biu biu， 把你带走。你是怎么说唱 number one？ 哇哦 ，fashion 的动作哦。底下 rapper， 我是。黄旭在哪里呢？录取高中，等待结果，心态放宽，功力搬砖，加卡布，好好学习，认真积极，未来可期，全军出击，加卡布，孝敬父母，遵守孝道，保佑我家，骗你妈，加卡布。